下篇屈聂送子曰：欲送日繁，久留生祸，其缘则何辜？四天追远，沉吟伤清，周雅之间，若作九里之资取聂也。待胜作而名数矣。为是五谷精华变幻，得水而凝，感风而化，功用其黄者神其明，而坚固实修者丹其色。君臣自古配合日新，没受戒而素固切，其功不可单数，自非炎黄作祖，莫留聪明，乌能尽其方数哉？空心原九亩，凡酿酒必资屈要诚信，无屈即加米真属，空造不成。古来屈造酒，聂造礼，后世宴礼未薄，遂至失传，则病。聂法亦亡，凡曲、麦、米、面随方土造，南北不同，其意则一。凡麦曲、大、小麦皆可用。造者将麦连皮，井水淘净，晒干，时一盛暑天，磨碎，即以淘麦水合作块，用储液包扎，悬风处，或用倒接眼黄。经49日取用，造面屈用白面5斤，黄豆5升，以了之煮烂，再用蜡了墨5两，杏仁泥10两合踏成饼，储液包旋与倒接眼黄，法亦同前。其用糯米粉与自然了之搜合成饼，生黄收用者，研法与10日，亦无不同也。其入诸般君臣草药，少者数味，多者百味，则各土各法，亦不可单数。近代燕京，则以义以人为君，入屈造一酒，浙中宁，少则以绿豆为君，入屈造豆酒，二酒颇善天下家雄。别在酒精，凡造酒母家，生黄未足，事后不勤，冠事不洁，则赐药数丸动辄拜人10米，故事取之家必信著名文，而后不复酿者。凡宴其黄酒屈药，多从淮郡造成，在于舟车北市南方屈酒，酿出即成红色者，用屈与淮郡所造相同，统名大曲。但淮郡事者打成砖片，而南方则用饼团，其取一味了，身为气脉，而米脉为质料，但必用以成曲。酒糟为梅核，此糟不知相成起自何代。由之烧凡之必用旧凡子云：空心原神曲，凡造神曲所以入药，乃一家别于九亩者。法起唐时，其曲不通酿用也，造者专用白面，每百斤入青蒿自然汁、麻了、苍耳自然汁相合作饼，麻叶或储叶包掩如造酱黄法，待生黄衣，即晒收之，其用他药配合，则听好医者增入，苦无定方也。空心原丹曲凡丹曲一种，法出近代，其意臭腐神奇，其法气经变化，世间鱼肉最朽腐物，而此物薄施涂抹，能固其置于炎暑之中，经历旬日屈营不敢进，色味不离出，盖其药也。凡造法用灿稻米，不拘早晚，冲储极其精细，水浸17日，其气臭恶不可闻，则取入长流河水漂净，必用山河流水，大江者不可用，漂后恶臭犹不可解，入赠蒸饭则转成香气，其香分甚。凡蒸此米成饭，初一蒸半升即止，不及其熟，出离府中，以冷水一握，气冷再蒸，则令即熟矣。熟后数十共积一堆半信，凡屈信必用绝佳红酒糟为料，每糟一斗，入麻了自然之3升，
明矾水合化，每驱饭一石入信二斤，盛饭热食，数人解手拌匀，出热拌至冷，后是驱信入饭，久复微温，则信至矣。矾饭拌信后，清入螺内，过矾水一次，然后分散入灭盘，灯架成封，后此封立为证，水火无功。矾驱饭入盘，每盘约在五升。其屋室宜高大，房瓦上暑气侵逼，室面宜向南，房西晒。一个时钟翻拌约三次，后事者七日之中，即坐卧盘架之下，眠不敢安，中宵数起，其初时雪白色，经一二日呈至黑色，黑转褐，褐转赭，赭转红，红即复转微黄。目击风中变幻，名曰生黄区，则其价与入物之力皆备于矾取也。矾黑色转褐，褐转红，皆过水一度，红则不复入水。矾造此物，取功灌熟与洗净盘垫，皆令集结。一毫子会，则败乃是也。